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人们去探索认知以外的世界？面对未知领域，我们小时候懂得质疑周遭的一切，等学习接受之后，就渐渐不再对世界感到惊奇。有些人不会，像那些探险家就是真理的追求者。先行者的这一些行为，决定了我们人类的未来。其他人都不行了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他们都不愿意再爬了。失落之城就在那里，这下子我们有得爬了。我不会回头的。我知道，你应该跟他们待在这里。门儿都没有。这里的风景，罗拉，抓住我的手。谢谢了。你看那边，这真壮观，但那些山上掉下来的雪不是好现象。这条小路通往山上，我们在山顶应该能远眺整座山谷的美景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稍微走慢点。这风还真大，继续走就对了。嘿，就算我们在上面什么也没找到，你爸也会觉得很骄傲的。我知道，但我有好的预感。稍微失去重心，我没事。我的天，刚刚好险！罗拉，你还好吗？云达，我在这里。我爬上去救你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可以爬回去。确定吗？你留在原地。看起来我们得想办法通过才行。还不错吧？如果天气突然变差，我们还可以躲在这个洞穴里面。你真的认为我们会找到失落之城？我知道希望不大，但那位老探勘员说他曾在这些山上见过遗迹。好吧，我如果要把失落之城藏起来的话，这种鬼地方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希望圣三一还没有捷足先登。暴风雪越来越接近了，我们最多剩下几个小时，时间应该还够，我们快到山顶了。
你觉得呢？我们很接近了约拿，我可以感觉到这是最后的一段路了。好吧，看看上面有什么。这里感觉蛮稳的，不过还是继续靠着墙好了。好，看来要从这边爬。小心那些掉落的冰块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上吧。哇哦，这里有很多快掉下来的冰块。大家放慢脚步，不要急，跟着我就好。小心！糟糕！好险啊！上来的，该死！那里，在那里！快，把我荡到另一边去！好吧，开始了。罗拉，快点！住了，绳子开始滑了。上去，快！哦，该死！快点，快走！约拿，回去，去避难处。
是相当脆弱的生物，生命总是无情地稍纵即逝。我们会变老，会衰退，死亡。到了最后，我们将留下骨骸，尘埃。那我们的灵魂呢？肉体回归尘土后，还会留存于世吗？我相信它会。许多神话和传说的核心就存在着某种真理，它并不是科学的真理，而是某种更深奥的东西，某种能解开永生之谜的关键。我可能已经找到下一条线索了，但是我不是唯一在寻找的人，有人跟踪我，观察我的一举一动，我知道他们的名字。圣三一，一个古老又凶残的教派，而且他们企图要掌控所有人类的未来。我必须谨慎地行动，绝对不能连累到我的家人。如果因为我的疏忽而连累到罗拉或安娜，我将会永远无法原谅自己。抱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在八卦新闻看到你又被乱写一通，我想你可能需要陪伴。一派胡言，有人跟踪你吗？跟踪？当然没有。发生什么事？我想我找到古墓了。你这是在开玩笑吧？先知的传说是真的，我爸没说错。罗拉，你爸爸过得并不好。不，他原本就快找到是伟大的发现，那个不死灵魂的具体证据。我曾经爱过理查，当初如果他求婚我会答应，但他是身心憔悴的人，我不想看到你变得跟他一样。但是安娜，他是对的，其他人才是错的。古墓在叙利亚。叙利亚？天哪，罗拉，不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好好安顿下来，回家去吧。你明知道我不能回去，但这份执着毁了你的父亲。我看到了某个东西，那是一个我无法解释的东西。现在我总算明白我爸的经历了。这都是骗小孩的谎言，无稽之谈。不要再这样陷下去了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这是目前我唯一有意义的事。我要去寻找先知的古墓，安娜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开往战区哎。确定要过去吗？很接近了，在前面的峡谷里应该会有一个绿洲。你是在浪费时间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继续开吧，拜托。反正你付钱。有点蹊跷。那个只是民兵而已。你是不是告诉别人了？他们出手比你大方。你这个混蛋！
研究里有提到这个先知的古墓，据说藏匿在某座失落之城上方的峭壁间，传说先知被埋葬在某个绿洲。 这里有东西，这真的是那个地方吗？ 是某种记号，可是我没有办法解读。但这个字，先知，就是这个。爸爸是对的。 这是某种标记文件，是一份拜占庭的手稿，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解读它。他在这里出现，施展神迹来治愈民众。爸爸的笔记有提到这个。 这些是君士坦丁堡先知的神迹，他遭到圣三一教派所杀害。是那个先知正在与异国军队谈话，他说服他们放下武器。 我的希腊语有点生疏了，但这些线索似乎指向某个被藏起来的东西就在附近。我会把地点记录下来。
带领追随者穿越沙漠，抵达绿洲。有个秘密通道，真壮观！要是爸爸能看到这个的话。圣三一教派持续追捕着先知以及他的信徒，最后圣三一终于在隐秘的绿洲追上了他们。可恶，搞什么？这里曾有一场战斗，武装士兵对抗宗教朝圣者，圣三一教派。先知遭到圣三一教派所杀害，我的孩子，圣三一教派收到消息，先知的信众正在贝洛伊外的某个绿洲建造一座巨大的坟墓，但还有一件更糟的事，我们本来以为那是为先知所建造的坟墓，但圣三一已接获他还活着的消息，我们知道他每天都在向当地人传播异端邪说，并用他战胜死亡的虚假故事吸引更多的信徒。他是个满口谎言的异端教徒，竟敢把只有神才能展现的奇迹挂在嘴边。
你当初曾发誓他已经死去，你是否辜负了我们的期望？
进来了。快设置炸药！先知之墓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古文物，我想就在里面。开它，小心点，这东西可能会有危险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你是聪明的女人，我猜你自己早就知道了。圣三一，古文物到底在哪？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少跟我玩把戏，将我们引导到这的就是你。听着，
我到的时候里面就是空的，没有遗体，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件古文物。罗拉，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。我，你找到先知之墓了？有，但我被跟踪了。什么？是谁？他们自称为圣三一，而且还想杀我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可不要吓我啊！墓穴是空的，我想他们在找神圣之源。就是你父亲在找的古文物。还有一件事。我在墓穴中发现这个符号，我曾经看过这个东西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然后我突然想到了，我曾在爸爸的一本书里看过它。仔细听好了，失落的基特城据说在12世纪时突然消失于西伯利亚，传说这座城是在蒙古大军入侵的前夕沉到了某个湖泊的下方。这跟先知的古文物有关吗？是一样的符号。罗拉，这如果神圣之源位于基特城遗迹的某处，那我一定要过去把它给找出来。到西伯利亚？你开玩笑吧？仔细想想，要是这个它能够解开长生不死的秘密，那就可以改变一切，不论疾病、痛苦、死亡都没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约拿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世上还有许多神秘力量，传说可能是真的。我才不管那是不是真的，我失去太多朋友了，我不想连你都失去。爸爸从没发现基特城的关联性，他牺牲一切就为了真相。那也包括了你，你父亲完全是自作自受，别再自责了。我不能背弃他的愿望，我剩下的只有这件事了。才不是那样。如果你可以先稍微冷静一下，你就知道我没错。可恶！约拿。
放下！你阻止不了我们的。该死，罗拉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都是我的错，约拿。如果神圣之源是真的，我们得比他们先找到。只能去西伯利亚了。找我，我得自己完成这件事。得快点找到避难处。必须继续前进，加油，你行的，快走。一个旧营地，生活，好，应该可以。这样还不够，撑上一晚，得找更多。希望它够干燥。刚死不久，已经没有肉了，但是也许……回去营地。在这儿，一定会找到。那些移民呢？他们还是一直在反抗，但一切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很好，圣三一对你有信心。圣三一。